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啊，这个是土耳其地震前拍到的异常景象。看到黑色的，可能是鸟啊，成群结队的，但是好像在有弧形的运动啊。我们来看一下这啊，这个到底是什么一个情况啊？我们来看一下啊，这到底是什么？什么一个情况？我看到那个一个飞碟飞碟，这样飞下来，飞下来从低空飞过来的时候。它产生的风力啊，飞过来的是它产生的风力啊，在后面啊，就那个鸟啊，全部卷进去了。所以我们刚才看到的，那个景象，就是黑色的是鸟钻到那个飞碟飞过的那个轨迹里边了，就飞下来啊，飞下来啊，然后那个飞碟下来就把地下的核物质把它吸走了啊。是这么一回事，那么多的鸟啊是被飞碟卷出来了啊！好，知道了啊，知道了啊，好，再见啊。